什么是学习？书本告诉我，没有攀不了的高峰。而生活教会我，重庆骑不得自行车。什么是分享？我说这不是这个。分享快乐，收获希望。什么是梦想？哆来咪都不会，谈什么梦想？什么是互助？朋友，勿相忘。什么是创新？用自己的方式演奏人生。什么是大学？仰望星空，脚踏实地。